今天我是韩国人，然后我现在在内湖，我现在要准备吃晚餐。这里是什么？哦，这里有momo，还有一些，这个是大润发了，大润发。然后今天想要透过吃东西，吃美食，然后跟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事情。很多好吃的，还有魔法咖喱。这里这个是魔法咖喱，这个也很好吃，它那个饭都可以吃到饱。这个今天来吃个赤虎好了。赤虎这个烧肉感觉不错哦，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要不要吃这个赤虎。哇哦，这个很多东西呢，各位。哇，不错哎，你看有这个啊，这个是午餐啊，午餐它就有一个套餐，可是我现在是晚餐哦，韩式拌饭牛肉啊，这都午餐哎。哦，我们待会吃吃看这家吧。那我现在决定要点一个这个双人的啊，这个叫做套餐。上面有什么肉呢？泡菜、前菜、沙拉、牛舌、鸡、猪、牛，牛肉，哇，这个种类很多，中落、牛五花，反正就这么美。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啊，泡菜来喽！这个泡菜感觉很漂亮啊，超级美。可是它这个两人份其实是不多啦，真的是不多。这个泡菜如果我们要吃，应该要吃很大一盘。对，但是这真的感觉很好吃。对，就是会切一个泡菜。我是牛舌，但是我们要把它切开，就是我们要吃那个拍菜。来吃吃看，这个是沙拉，这个辣的哦。这刚刚是有点像泡菜的沙拉，吃吃看。麻油味，很香，这超好吃。哇，这个可以吃好几份。真的好好吃哦。再偷吃一片泡菜，来吃吃看他们的泡菜。他们泡菜可能待会要加肉，但是我想要先试吃一下，看看跟我奶奶做的味道有没有不一样。吃吃看，好，台湾人的口味结束。这个比较甜一点点。饭来了，哇，肉配饭就很好吃。哦，谢谢。哇，这个来试吃看看。再看一下这个肉汁，哇。试吃一下这个肉，这里，我现在是用手机看不到。好好吃哦 ！Oh my god， 它那个肉是喷汁的。因为平常有时候都是去吃到饱，这种单点的实在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品质完全不一样。哇哦 ，fire！ 哇哦，哇哦，哇哦，那个脂肪。Oh my god， 那脂肪，大家闻得很香，但我手很烫。哦，这里好烫。哦哟，这应该很快就熟了，感觉起来。抱歉哦，我先记录一下，我待会再帮我们两位美女烤肉。对，我先记录一下。哇，各位。看一下这块，哇，
这样就对了嘛，谢谢你的脂肪，谢谢。好，我们来试试看，这样脂肪配一口饭好不好？哇，各位 ，Oh my god，好软哦，太软了，哇，好软，好吃好吃。再配一口看看，哇，再来，请。不错，海鲜煎饼。需要点一个大一点的桌子，对，桌子太小。哇，来试试看哦，这里有花枝、嗯，基本的这些配料。其实海鲜煎饼在韩国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垃圾饼，就是家里的冰箱清一清，然后拿出来给小对面糊，其实没有那么高档，只是台湾人把这个用的比较高档。说韩式拌饭也是啊，对，菜香饭也是，对，没错。哇，来试试看，现在配一口泡菜，哇，好好吃哦，还有海鲜煎饼，还不错。要加点的哦，避免被驱走。要加点，要甜点。好，双手放这边好不好？OK。好的，非常 juicy 哦。对了。好的，美女帮美女剪一下哈，来双手。OK， 不要太熟哦，来，我放这边哦，刚剪完都可以吃喽，哼。我们油花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再烤熟一点，太好吃了，可以吗，帅哥？好软，谢谢，谢谢。好，那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啊，这家我觉得肉质来说真的还不错啊。这个日式，讲到日式啊，我就想到。台湾这几天呢，非常多愤青啊，一直在嘲笑日本。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可取。我记不记得这几次，这个我常跟大家聊的这个台商的问题，还有这个带陆配回大陆探亲的，最后回不了台湾。你知道吗？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都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啊，因为这次日本啊，非常挺武汉哦，我觉得很好啊，疫情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加油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啊，这时候台湾的这些愤青就很不爽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凭什么哦，日本是我们大哥哥，为什么可以挺武汉哦，挺大陆，然后你看现在说日本的疫情加重，然后就很多网军啊，很多人都在那嘲讽说哈哈，就是因为你们挺武汉挺大陆的关系，今天才会严重到这样地步，所以只要对大陆好就没有好事。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态。现在台湾年轻人还有网军一直在带这些风向，然后还要加上我们的媒体，所以啊，韩国人今天想要透过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美食的吃完后的一个小小的对这个时事的分享啊，也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现在的心境真的是非常的烦，因为我现在看到非常多人完全不顾人命这个东西啊，现在只在看一堆就是挺我们啊，哇，挺我们就哇，就 number one 那挺人家就不行，很糟糕，很糟糕
哦，要把它豆蒸到死掉，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幼稚，好不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单大家吃美食聊时事，那希望大家多多，好不好？多多帮我们按赞，然后也要帮我们这个韩国人这个频道多多订阅，好不好？帮我们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